来了，是王婶介绍的吧？别废话了，让大家帮你带了吗？在这儿呢、啊、这还差不多，想见我必须得给我送个包啊。是说一句，那个王婶都跟我说了，开门见山吧，工资房车都介绍一下吧。房、啊、没买，日系车。等会儿，嗯，然后、啊、日系车啊，你这不逗我玩呢吗？日系车，咋的了？我长得像个馒头似的，那一装不就甩成印度飞饼了呀？我为啥非得装呢？不，别说了。哎，你是来拉屎的吧？不是日系车吗？这玩意家里不有的是吗？我还没给你汇报完呢，完你就走了啊？我刚才上卫生间去了，我这刚要回来你就走了啊？这么个事儿啊？啊，那老公，咱们现在干嘛去啊？没香完吗？刚才那就接着香呗。哥，我看你刚才也没吃好，要不咱们去酒店吧？你还能吃点，还能休息一下。这好吗？哎呀，没事儿，走吧。啊，那走吧。过来坐呀。啊啊！我先去洗个澡。那我给你搓一下啊。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你搁哪掏出来的澡巾呢？随身携带嘛，毕竟是我本职工作。你是搓澡的呀？啊，那你不早说，你啥意思呀？你走你也没问我呀？真服了，那你车啥都哪来的呀？我爸给我买的。你是富二代，那你为啥干搓澡啊？啊，我家开洗浴的，完没事儿我自己就练练。啊，这样啊？啊，哎，你等一下，我看你有点不太乐意啊。愿意啊。啊，那来吧，你得放心吧，我这技术啊都十周年了，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你进来呀。啊，你把你那衣服先给我，我给你放外边，要不一会儿整湿了。啊，行。还有那个，你咋还不进来呀？挺冷的。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，咱俩好像不太合适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待，我就先走了。哎哎哎！